桌进行比赛，我们先分组吧。好，手心手背，手心手啊。哦，我的跟豆子一组，豆子可是运动健将啊。走开走开走开，又是给我推过来了。那么今天我们要玩的游戏是什么？对呀、啊，第一轮我们的游戏项目是井字棋。井字棋，那它的游戏规则呢？是通过跑步的方式跳这个井字棋，哪一支队伍能把这个井字棋连成一条线，那就获得本轮的胜利啦。那么快开始，来，我们快开始比赛吧。我们一定能赢的。好，我们一定能赢，加油！这一次我们现在一定会赢的。我们准备好了，赌你们。好，可能跟你们厉害的，我给你们赢的机会的。对，行。限时100秒，通过接力的方式去超市里购买东西，每人规定拿5样以上不同种类的产品，商品最接近66元的队伍则为获胜。第一轮获胜的队伍可增加10秒，最终胜利的队伍可获得所有零食。我们已经知道游戏规则了，对，现在我们开始冲吧。好，我先来，计时开始。多少？到我们组啦！现在他们全部都出来了。我们都买了什么了？很多很多。对，我觉得我们价格应该差不多。我觉得不可能，已经超过了，超很多。那可不一定。哎，看看你们的吧。好，那我先来。好的，那我冲进去喽。
不要！不好意思，我浪费了你几秒钟了。啊！哎呀，魔力姐姐，红牛拿一个6块。呀呀，拿多了吧？哎呀，50秒了。啊！我出去了，走喽。我完了。你站住，站住！我拿了25块钱的。好的，记住啊。知道了。杨哥，给哪呢？谢谢。我要拿我爱吃的，一个。小心种类，小心种类。两个。五。啊！不要了。二。一。好了。我已经拿完了。哇！你都拿什么了？我们先不算了，我们一会儿让魔力姐姐给我们检查一下。好，对，走吧。现在呢，我来看一下他们买的有没有重复的。先是天天和蝈蝈组的，这是我让天天帮我买了一个我爱喝的养乐多，不错啊。现在3包零食，还有巧克力。哦，德芙，我要了。嗯，别了。然后还有这个，它也不错，哎，我也喜欢果冻奥利奥，哇，没有重复的，目前看还不错啊。香肠、红牛、辣条和辛拉面，还有酸奶，哇，你们怎么做都没有重复啊，很棒，很厉害啊。这个呢，可以去结账了。现在呢，我来看一看豆子跟淘淘的啊，这边是豆子拿的，有一瓶大大的一个梨汁、葡萄汁，还有一些瓜子儿，然后有一些零食、辣条。奥利奥都爱买奥利奥啊，还有酸奶，还有一个冰棍儿，嗯，这个还好，没有重复的。哎呀妈呀，这淘淘啊，你是饿了吗？这几包零食呢，我算你通过了啊，因为是不同种类的。你是有多饿呀？你买了一筐面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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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要去夏令营啊？我跟你讲，这个面包种类全是一样的了，所以呢，这两个要放回去，这个蛋呢可以算作这个价钱的啊。然后下面这个红牛和这个饮料没有关系，还有这个玉米肠也还好。然后你看这个珍珍饮料有2听，那么也要放回去1听。所以呢，现在有3样是，这3样是不计作价钱的，其他的你们可以拿去结账了。麻烦帮我们结账，谢谢。看起来我们应该不会超太多，肯定比他们要接近66块钱。一共多少？一共肯定比他们更接近耶！帮我们结账吧，谢谢。哎呀，我觉得我们应该不能超，没有什么太值钱的。现在是多少钱？33块钱。完了，超了！完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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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完了！现在呢？现在呢？70。现在呢？78。啊！78。那么现在的你们两组都已经结完账了吗？对。啊，淘淘，你们组多少钱？我们组特别接近，78块钱。78块钱，肯定赢了。对，还不错。那我们来问一下蝈蝈，哎，你为什么要这样？你们猜猜我们组多少钱？86。嗯，你们多少钱？我姐姐告诉你们，77块9。差1毛，对，是7块9。对，1毛钱，没有错，你没有听错，就差了1毛钱，就差1毛钱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那我只能很遗憾的跟淘淘，还有豆子说，淘淘，你们买的郊游食品，郊游的食品就要交给我们的蝈蝈。Yeah, 哎呀，有也不是很想好吃了。然后呢，就是我们胜利者的荣誉。拿来，拿来，拿来，拿来。别以为你藏了以后我就看不到了。哎呀，那么今天这个游戏呢，就以你们失败告终了。那么你如果你们有什么想吃的呢，也可以问他们要，看他们给不给，好不好？
给我吧。先跟我石头姐姐我再决定。给你吧，好吧，那你们私下去商量吧。我们今天的节目就玩到这里吧，一定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新魔力玩具学校呀。我们下次见吧，拜拜。